是一个解放的国家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，中国是我们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不相信我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咳嗽很多，但我不去照顾这种病毒，非常好，有传染性。政府已经，天安门广场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被审查，我们可以自由发言了，我们。 做错什么？我还没有失去我的社会信用。我朋友是一个，中国是一个解放的国家，中国是一个伟。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，中国是我们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不相信我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咳嗽很多，但我不具有传染性，政府已经照顾这种病毒，非常好。 天安门广场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没有被审查，我们可以自由。 Thank you.